本所已经16日10时22分许接获110通报，宜花莲县凤林镇台九线20K 平溪路口有交通事故，立刻派遣员警到场处理。本起事故系自用小货车与同向行驶之补重机发生擦撞车祸，造成骑士伤势严重，经送医抢救仍然宣告不治。本起事故发生原因待专业检验单位分析鉴定后，